2023年12月初二，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个北部呢，啊，甲各地拢总有可能出现着短暂雨，部分山区爱注意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同时着，啊，咱全台湾各地气温拢有下降的状况就对啦吼。啊，这三爱里拉塔一个安尼吼。啊，这个在做气温的方面呢，咱西半部呢，啊，由北到南差不多是15度。到28度哈，这是天气的状况，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当然开始来加看新闻哈。好来，要来看新闻之前，咱先把这个天气给咱报一下，较清楚一下哈。今仔日呐，透早起床起来，应该拢感受到吼，哦，今仔日这个风咧吹吼，诶，感觉特别凉啊，咧就对啦吼，真凉啊咧吼，啊，这个就做啥咧？会在时啊，先啊，对厝要跳，都来过来公司吼，哎呦，嘿，真正有感觉，诶，这气温咧下降吼。中央气象咧讲，中央气象叫咧表示啦吼，无唔对，即卖已经升起来做气象师啊，中央气象师咧讲吼。今仔日初二啦，东北季风持续增强的影响呢，这个北部加东半部啦，规天拢是湿湿淡淡，啊兼凉凉就对啦吼。再那有落雨落到地，感觉会特别较寒吼。啊，那像迄个北海花啦、宜兰啦吼，啊加这个做北部的山区啊，拢有迄个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啊，气象署呢，今日透早啊，有那针对着这个嘉南啦、新北啦、宜兰三县市吼。来发布到这个做大雨的特报啊，这个做这讲下仔时啊，吼，讲今仔下仔时啊，伫咧宜兰呐，啊个南澳这个所在都已经啊有这种做雨雾发生啊啦，吼、哦，咩不呀？你看台湾这么大，阮台南市噶啦无落着雨安尼吼，啊，结果这个就做北部遮讲雨雾呢，吼、哦，雨雾吼啊，另外呢，这个较北部的部分拢爱注意吼，啊，各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就对吼。啊，其他所在就是爱注意日夜温差比较较大吼。啊，这个咱来个看卖啊吼，这个就做观测站咧测到这个低温就对吼。这波呢啊，这个平地呢上低温度啊，讲伫这个新北市的水风啦吼，测到13.4度吼，这是涨的已经测到这只低温度啊。今仔日温度讲会个持续个下降一下吼，啊，就爱等下到后礼拜一，这个气温才会小可回升个对吼。啊，这直接特别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啊，这咱呐，这个叫做这个温度转凉的时阵，拢爱细腻啦吼。哦啊不要再写新闻，报到到底初后礼拜时，上久啊，报到后礼拜时，好啦哈，到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啦哈，到后礼拜一就对哈，这种叫做这个叫做气温拢总无关，拢正低低嘞，啊，而且湿湿淡淡哈，啊，这大家注意三小塔这两面啦哈。好来，感谢啊，咱今晚呢，咱就开始正式来进行这个，咱来看新闻哈。看新闻当然就是先比这个做啥呢？这个政治方面哈啊，来个看起就对了哈。来来来，咱来政治要来看啥物呢？哈、啊，那讲到这个做迄两组吼，一组白贼瓜迄组啦吼，啊，另外一组这个那是国民党，国民党嘛是专门咧讲白贼的吼。这两组是来讲起来，因为新闻吼报道到底一点啊趣味性都无，因为呢。你得多讲一寡只有诶无诶，孤陋不舍诶代志吼，啊，即讲也未出讲即未来台湾，那万不离休因即阵要做啥要做啥，啊，有啦有啦有啦，好友有讲要对中国足好诶啦吼，讲要开放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吼。好，咱来看这篇。这篇哦，就是讲这个美国啊，这个叫做前国务卿啊，这个叫做基辛格吼，这大家拢知影啦。第一个顶个月就是11月29号吼，食到100回了后，转过身去安尼就对吼。啊，这个叫做过去呢啊，就是基辛格咧推动着这个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对啦吼。啊，基辛格呢过去伫咧外交的活动上呢啊，有那留下着足济争议。就对吼，啊，甚至自身自红讲，伊是这个做啥呢？对中国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安尼就对，甚至人家讲伊是中国的代言人。
啊，这个人呐，挑起叫你讲，咱就平常心看就好啊嘛。因为都阿足久的代志啊嘛，再较早出卖迄个就做中华民国，这样足久的代志啊。但是哦，这个国民党就是哦。啊，我常常咧讲，这个国民党的白痴也是安怎样啊？是到底是会晓想话咩？国民党竟然伫咧这个叫做十月三十的时阵啊，讲伫因的社群媒体讲发文啊，咧思念着这个季新杰就对了。啊，而且那个俄罗讲啊，哦，季新杰较早咧做国务卿的期间呐，啊，加点下令了后吼、哦，对印太地区的和平有偌大的贡献啊呐，都安那呢就对了。啊！这篇国民党发的文章吼、哦，我引起着这个网络上热烈的讨论啊！这个大量的网络底下诶网友吼、哦，底下起笑讲这个国民党讲，诶，季新杰是消灭中华民国的第一个人呢。哦，我的国民党人插做白，真正有影一定是你的基因啊，就对了，就是讲你的本性就对了哈、哦。啊，甚至啊，有人找出着这个叫做蒋经国，吼、哦，蒋经国吼。哦曾经啊，伫咧日记当中讲这个季新杰啊，叫伊叫做啥？叫做季坚呐。季坚是什么意思？季就是季新杰迄个季吼，啊坚就是较早咧讲什么汉奸呐吼，迄、那个奸臣的奸啊，季坚呐。讲好啊，恁这国民党是到底是安怎啊？恁是到底这个含过去的历史，恁是倒会起来啊？袂安尼就对啦吼。我讲这国民党哈，做这个奇奇怪怪的代志。诶、欸，这记者闹撞到好友友无吼，还是撞到赵少康？诶、欸，卖股小甲拄一下，甲问看因对季新杰的看是安那？这消灭的是中华民国受害，是中华民国坦白讲的。对阿仙阿来讲是无什么感觉啦，吼、哦、啊，讲阿歹听，季新杰要甲中华民国创个死，也是要去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要去伊个做啥？迄、那个讲美国家伊建交的代，迄、那个对我来讲我拢无什么感受，吼、哦。但是对恁国民党来讲，季新杰应该是恁的大罪人呢，吼、哦，应该是恁的大罪人就对啦，吼、哦。竟然佫专工为着伊发文，安尼去甲笑脸安尼就对，吼、哦。这个当时啊，美国的这个总统吼、哦、尼克森呐、啊，透过季新杰的暗中来牵线吼，啊，伫1972年的时阵呐、啊，人全走去北京啦、啊，而且是偷偷啊走去的哦，偷偷啊走去的吼、哦，啊，看当时啊，这个共匪啊带头的，就是毛泽东啊。讲共同去发表着这个做上海公报吼，啊来推动着这个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啦吼，啊结果呢，今仔日啦，这个了做啥呢？季新杰死了后，国民党竟然呐，讲下底咧这种了做网络顶面去笑脸这个人，安尼就对啦吼，哎，这真正有影人插做白，定我不分，这个党真正无救啊，对啦吼，哎，再算这段差嘴啊回啊，国民党做这个。代志我那后面什么黑啦？不是嘛？拢做做一挂，但是奇怪呢。季新杰这个人吼，啊，恁国民党会当个少年家呢？啊，卡啦，讲到日本人吼，啊，恁国民党就安尼讲，安尼酸啦、臭啦、娇啦，哇、啊，敢那像我讲这个，这完挂这日本人吼，哎、欸，这个叫做国共大天之仇，哎、欸，难袂记呢。较早日本人做介少，有哪做挖可以的呢？吼、哦，咱大家拢知影嘛，吼、哦。二次大战结束了后，这个国民党走路来台湾，吼、哦，这个、日本人一挂起来就做啥呢？这个军方的这个国家的将领啦，吼、哦，还组成一个特团，吼、哦，甲做介少斗三江的党政会呢。这若要认真讲，日本虽然呐、啊、曾经甲你中国小战过无唔对，但是后来这个日本呢，对于国民党走路来台湾，人有足大的帮助呢。吼、哦，佮包括伊伫台湾留落来一寡遐建设，诶，恁国民党拢扣边的呢。啊，结果恁若讲着日本就要拍飞机，哇！结果这个出卖国民党诶，是不是？嘿，对啦，嘛是向出卖国民党啊，因为那时阵，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是当上大梁吼、哦。啊，这个叫做建联建。那里吼，在国民党还是在不是紧啊？三月底啦，十月三十吼，竟然搁爱发文啊，讲伊思念迄个季新杰，这个党吼，真正是足爱红出卖了，对啦吼。好啦，啊，简单甲咱报告一下啦吼。啊，那是这个做啥呢？这个叫做迄个做记者吼，记者你最近那是有当着好友谊啦吼，还是着小空吼？
这拢国民党诶嘛吼，国民党提名吼，啊，恁就敢来甲督咧讲啊，自身自死，你看咱敢得爱放一下炮啊，是办一下刀诶，或者是恁要设一个灵堂，互人家念香吼，去敢嘛，去敢门口嘛，看咩啦，引来就对啦吼。好啦，来，咱继续啊，再来甲看这个了，这新闻消息吼。唉，这个瓜问题诶，他讲国民党即嘛话讲瓜党，这个瓜党吼。这个瓜董啊，提名这个副总统参选人，这个叫做吴新颖，大家拢知影嘛，吼、哦。这新光的这个这个大千金的这个吼，千金小姐。啊，这个吴新颖呢，最近啊，常常咧看记者去访问的时阵，不时的咧开嘴呛记者，那就对啦。啊，党内的民调哦，这是瓜董哦，瓜董家己党内民调更加显示啦。56.6%的民众吼，讲认为讲啊，这个吴新颖呢无替瓜文贴加掉分安尼啦吼，当然无替加分，应该有哪有替减分啊啦。啊，这件代志瓜文贴啊，咱接受访问的时阵咧讲讲啊哪呢？讲吴新颖是一个新产品啊，注意一句话哦，你讲吴新颖是新的产品啊，啊这段时间啊。会予大家来看到这个吴新颖的好处甲优点，啊，伊咧讲吼讲，那含这个赵少康呐，啊，是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相比吼，赵少康甲萧美琴是政坛时间有较久，知名度也较悬，啊，吴新颖的知名度一定是较少就对啦吼，啊，所以呢，伊咧讲的就是讲，这个吴新颖哦，可能还佫袂晓含这个记者吼。在活动也艺术是安尼吼，吴新颖是瓜文贴因这个瓜洞来对这个做啥不分区的立委呢？哦，不分区的已经做过立委啊哈，啊，所以无唔对，伊是无这个做小米琴，也无赵少康伫政坛时间遐久，这无唔对。但是做过一个立委的人啊，做比较两党的立委，这就甲我讲，伊这叫做新产品。啊，瓜文贴特别啊开嘴吼，就安尼。不自知啊，家己唔知影嘅状况之下吼，啊就足自然啦，就甲这个女性吼甲物化，哦挂问题吼，这个人吼在白杂瓜即，特别啦开嘴啦讲到女性，迄对女性是极无尊重啦。竟然安尼公开讲，伊家己嘅副总统吴新颖算是新产品，即嘛都是啊啦，那是提出要卖物件啊。新产品就对啦吼，啊！你挂问题挂档算是公司就对，啊！吴新颖算是恁开发出来的新产品，莫非你提名这吴新颖是机器人哟？竟然搞人，搁下来女性讲讲，那是新产品，啊！你都讲伊都对政治的资历较浅，吼、哦！啊！在谈记者之间的活动吼，爱、哦、搁学习，安尼就好啦。迄到迄人哦。那看未起某咪人，还是看未起什么物件的时阵，咧讲话吼，拢无形中就会展露出伊的迄种好啥，伊迄个本性出来了吼。咱阿那样啊，会去甲一个女性讲，伊是产品，啊，一个分新的甲旧的，阿那叫挂问题来讲话，哦，恁妈妈还算古产品来呢？无哦，你妈妈算古董的产品呢，阿林某算古产品就对了。所以这个人咧讲话吼，真正是有影吼，在哪讲叫做总统当话是要安怎得？你讲话真正伊也唔是无经过大脑，伊唔是无经过大脑，这种人吼，伊对头壳来就看未起这个人就对了。啊，包括性别迄个歧视有无吼？迄搭对伊来讲已经变成是伊的本性啊，所以咧认为即句话无啥，但是呢，咱咧看的时阵，你甲想啦，讲甲女性讲讲叫做新产品，迄毋叫做物化，无这啥物货啦吼。啊，至于讲甲媒体要安那互动，咁一定得爱伫咧政治界内底深固的人较会晓。啊，那安尼吴新颖较早咧做恁所谓不分区的立委的时阵，伊是安那？拢唔爱看到记者，啊是记者当时拢总无半个，互伊去看到。伊咧立法院，我哪会出出入入呢？怀疑上中这个吴新颖都捌伫立法院内底质询过呢，吼、哦。啊，这种人啊，吼、哦，啊好啦，勿紧啦，啊这哪个减分的就尽量甲减。啊，我哪减唔甲减上济呢？减了上济，这瓜文条煞有哪向气爆去呢？吼、哦，这瓜文条倒来，我哪过去这个三卡都有哪爱互伊盘恁一定的角色。上重要的就是立法院啊。
咱民进党家己过半，这点上重要吼，家己爱过半吼。那无吼，你那三党无过半吼，是真正是搞起这个大问题，小摆笑掉去安尼啦吼。好啦，这是关系到这个吴新啊，吴新人到底伊也有相当国际啊，无啊，像这样顶日啦，讲真久去啊啦吼。这也无啥物好讲，非得啊是搞中选会的心意嘛。啊，即嘛有人去甲检举啊，所以中选会即届当时用迄个信任委员制啦吼，即届就是应该就是去查啦。哦，卡早，咱头讲信任原则就是啥？就是讲咱台湾有规定，公职人员未使有迄个相当国籍。啊，公职人员未当有相当国籍，遮济人啊，拢总要查，无可能啦。啊，所以咱这个叫做民主的台湾的政府，咱就是安那，你讲你无，啊，我就相信你无。哦，这就是叫做互相信任啦，互相信赖原则了，对吼。讲你若讲无，啊，我就相信。但是呢，当有人甲你检举，也是有相关的状况之下，恁要做公职人员，拢会签一张切割书。啊，这张切割书唔是证明讲我无相关国籍，你是靠政府有迄个管理，会通去清查你的国籍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瓜文铁讲笑讲，啊，吴新仁做党外立委啊，恁即马开咧讲这个叫做啥？伊搞相关国籍。这根本就是政府的失职就对了，所以说瓜文铁说这个话，我证明一项，就是说对咱台湾对这个相当国际的心严有没有，他也不了解，他没这项了解就对了。好有意思，不知道总统应该怎么做，还要分一些给那个就做什么，那个赵少康做这样。哦，所以讲对着这两组吼，这真正要够疲劳的，你敢呐？生得出一个物件出来吼，啊，报这边吼，这边这总统选举的新闻，除了顶一阵啊，这个侯友宜啊，啊，加着这个做瓜问题啦，就是国民党甲瓜党，底下咧讲分赃啦，要南南比啊，五啦，民事协商啦，什么就除了迄阵啊，小看够淡薄同我讲，即卖拢确定啊，三组连选拢确定啊，结果呢，我说话人讲话。啊，这个国民党一组，啊，甲国民党一组，哈，安尼讲出来物件无成咧，选总统迄就行安尼啦吼，觉得很不好玩安尼。好，来，咱这个就做，甲吴新仁称呼讲叫做新产品吼，瓜分铁吼，这别才乖啦吼，新产品吼。啊，唔知咱全台湾各个这个女性朋友、女性同胞听了感觉安怎样？可能有人无感觉安那啦。但是啊，现在下在时啊，来一个看到这篇新闻吼，我第一个想法就讲吼，这个真正无救啊吼，诶，无把女性当作人啊，当作产品就对啦吼，当作产品就对。啊，巴厘岛嘞，巴厘岛呐，有个冤家啊，有个两个人感情拍歹啊，啊，唔着讲啊呐，伊是回收的粪扫，吼，会当提去资源回收，挂问题这真正，啊，加搞唔知安那加出来就对啦吼。好嘞。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稍等下，连名这个倒转来吼，啊，注意哦，这批东北季风吼，这温啊算做温啊也真强吼，啊，所以呢，这个今仔气温呢拢会下降吼，所以大家先来踏者哦，预感东北时段啦吼，好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来古仔，你状况是安怎？你讲我大家听看卖啊来。本来是阮太太迄阵头壳心哦，去迄修理车爱后门挂钢条啊。哦，修理车后门挂，一钢条啊，一钢条。迄阵哦，我去看无好。哦，头壳拢会疼。头壳变带一个兄弟啊，就对啦。嘿，头壳拢会疼。哎，食了吼，啊，即马都未疼嘞，好去啊。完了。讲啊，拢未感冒，啊个讲哦，足用的啦，我再来喝我攞药嘞。感觉我精神继续好安就对啦。对，即马就是，面哦，也足好看的，肥红的。哟，阿姨，伊个。我啊，阿姨阵就叫我食，因为我较早，因为病病拢会疼嘛。哦，病病，我病病拢会讲尖的胃安尼哦。你这算偏头痛的是种？偏头痛，对。是。
啊，就拢住下，食药也就好。哦，住下啊，拢住几天？我是讲阮太太，我你买食看诶。嗯。我早阮太太啊，食五六年了哦。啊，每遍拢叫习惯嘛。啊，是。你无断诶啦，今妈妈继续过去食。好嘞，好，感谢。好，今妈就较早拢初初拢食，要三顿哦，三粒多九粒嘛。是。诶，啊，食两三年了，看有感觉改善哦。啊，今妈。一天吃三粒哦，即话白食保养啦，即话算食保养诶，还是对？保养是。我唔是讲安尼哦，我唔是讲头壳哦。嗯。迄阵哦，身躯拢会白吼。哦是。一个会流清汗。好。诶，即食了吼，我那有改善啦。哦，啊改善了吼，耳边诶耳吼，耳后迄个，等你颔骨那样吼，有生一条啊。嗯。等你迄啥物？我一流，我做完路咧，算整就完起来就对啦。嘿，不讲介大完啦，嘿我都洗完啦，我就讲，我真系整起嚟完咧。好。哎，我过去我东冲的哦。对。哎，我你阿跟我说，哎，跟我说李兰啦。好。你跟我说谁李兰？李兰不听过，嘿。李兰哦，我讲无语咧。嗯。啊，我去东冲嘛，五十岁又登去啊，我今年六十六嘛。好。我烦恼噶，我唔敢翻太晒啊！哦，安尼还是嘿，后尾我就叫三顿来食。嘿。我食差不多两个月哦。嘿，我那帮我那消。哦，那帮那消嘿。啊，今嘛是都转无去啊。哦，这样。哦，我呢，无我烦恼者，烦恼到死。哦，是。我那系，我。我是那个我当初的同款。好。啊，我一个啊，高定的竞赛，伊个台中吼，开个印刷厂，开足大间，还开饭店。好是。四十岁吼，同款生一条鸡啊。哦。啊，就旺盛啊，我唔知条惊啊。我讲你会紧张啦吼。我会哦，紧张哦。我烦恼噶呢。我唔敢问太太知影啊。好。哎，无问太太烦恼啊。你买烦恼，我即系你阿讲。哦，是。啊，即卖喺度消炎就对啦。拢消息啊！哇，真好！我站咪做你咪，我即你甲讲。哦。你看你又免甲讲，我就惊你玩乐啊！我玩当当的吼。我都。安尼苦死！林太太。那阵吼，那帮吼，帮走路，拖倒林安尼啦。哦。古端后边阿妈滚筋有无？嗯。正平的阿妈滚筋只。要一个大半斤嘛？哎，是，对，嘿。哎呀，遐我补一粒去。我说你遐就对啦。哦。我烦恼一个。哦哟，啊，即摆拢无呀，拢消掉呀，就对啦。拢消掉了。啊，恁太太讲较早迄落去学迄个旅行车后斗磕着头壳，迄个骨伤拢会造成头壳疼，也无呀，对啦。对。啊，你的偏头痛嘛，有那改善啊，真好。改善嘛，好来，感谢啊！今嘛是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啊，即阵咱广告的时间啦。呀、啊，听众朋友呢，将着因这所使用的咱生产公司啊，咱是多山，而且咧做经验，伫咧节目中，看听众朋友安尼来做分享，原因真简单吼，原因真简单，就是好的物件啊，报给大家来做了解吼，好的物件报给大家做了解。那么由着因本身家己亲自所服用了后，而且咧经验加这个改善的状况，啊来讲我大家来。听，你讲嘅症状，每一个人拢做每一个人嘅症状，但是伊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即拢总困扰因真久，诶，真侪症头，拢安尼渐渐慢慢啊做改善吼。所以咱士多山，咱一再咧甲咱强调，伊唔是药啊，吼，伊唔是药，足侪人辛苦白听靠嘅啥，靠一个止疼剂，我止疼剂好用无？真正好用，所以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后无定，就随家你即个疼，还是你即个感觉暂时甲你治落。但是人未记，迄是暂时的吼。那么一天安尼累积落来，到底伫你的身躯顶，到底累积有偌济的艰苦，你家己嘛唔知，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嘛唔知。等到有一天规个憋起来的时阵，哇嗨啊！迄个时阵要来装未赴啊吼。所以咱圣山公司，咱的喜多山欢喜的喜，多少的多，山顶的山吼。喜多山啊，这会当予咱做着营养的补给。健康的维持，促进咱的食欲，消除疲劳，增加咱的体力，延年益寿，帮助消化。那么，上加是调整体质。
教咱的心理技能吼，调整体质教咱的心理技能，这非常的重要吼。啊，伊奥妙伫倒位，当然咱家己本身来做坚持啦吼。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0800-0500-6688，啊，咱欢迎。咱电话甲沟通 AM 七点以前，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对着咱圣山公司这部中所推荐介绍的所有优良产品，啊，咱欢迎电话甲卡过来吼。0800-0500-6688，感谢。好嘞，感谢啊！咱生产公司咱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各位哈。呀，就做个咱各位习惯呢，咱是赠送三罐哈。啊，咱的赠送品呢，当来挑选的，就是十四寸呢，这惠腾电风扇哦，台湾制哦哈。啊，这电风一台，或者是蒙特胶呢，这热啊来加这个这薄毯啊一领，哦，啊是要选择咱这个水舒品牌的这个平底坚果一支啦，或者是健康密码哈，这个。冰糖 NO 两啊，啊当然啦，咱另外呢，啊可以当予咱选择的吼，即个咱即个说，我那来改，那是讲即个产品啊，咱都厝内拢有吼，啊想要去选，咱会当选别行的吼，比如讲咱生产公司咱的产品三十粒针的吼，即当选一啊吼，即咱的惠阳锁啦、金立明啊，或者是宝顺电，或者是喜乐通，或者是喜乐清，啊是软骨锁吼，即个咱一处各位在。管正上三管的朋友，咱会在会当来做一个挑选啦吼。啊，以上所报的正商品，咱选一项为原则哦吼。啊，一处甲咱各位五管，咱正上一管吼。啊，公司有哪同款，有甲咱准备正商品，互咱做挑选吼。一处各位五管的朋友，咱除了正上一管以外，会当来挑选着316 stainless 不锈钢吼，一种那个保温壶一支，或者是要白沙湾的专用气锅一条。或者是这个做冰糖燕窝一盒吼，啊是咱这个檀香的芳泽一盒，或者是无环境洗头毛巾一罐，啊是要来选择咱这个叫做环保的洗衫、洗衣乳一包就对了吼。啊，这以上甲咱报告一组各买十罐，或者是一组各买五罐吼。啊，公司拢有准备赠送品要咱做挑选，啊，咱甲咱简单做报告啊，叫回先来当详细询问啦吼。啊，当然，啊，咱这赠送品选一项。为完结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咱先来听歌，啊，小大家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哈。来，咱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台南市咱一位王小姐所点播哈，在岗位所唱的这首歌曲《冰点》哦，来，大家共同欣赏哈，感谢。要调一拍摄哈，那个起起来，放跳跳起，好了，后来边点哈，跟朋友说。
感谢啊，哈兰哥登来搞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哈，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过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咱来个看咱这个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呐，赖清德。赖清德呢，昨啊，落来到高雄这个所在来做互选就对啦哈，啊，同时顶啊向支持者咧发话啦。讲国民党已经放风声出来，讲要让韩国瑜啊去做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哈，啊，这个赖清德咧问高雄人讲，阿林敢会同意哈、啊？所以呢，这个做明年啊1月13号一定爱甲动落来安尼啦吼。这个高雄市的立委啊，第二选区甲第三选区呢，民进党的这个提名的立委参选人柯志伟甲李博义啊，竞选总部呢，昨分别来成立了掉。啊，立法院议长尤锡坤呐，啊，行政院副议长呢，这是叫做郑文灿吼，啊，够市长陈其迈啦，甲真济名立委呢，哦，轮番上台演讲有关这个声势了掉吼。也希望讲高雄啊，白色的区域里位拢总会当轰不浪全雷达，白色和全部拢总起安尼啦，安来推杀着高雄的发展就对吼。在高雄哇，现在有在高雄的朋友在讲吼，在咧过去高雄吼，迄贵个拢总是电条啦、电塔啦吼啊，无啥物建设啥种种啊，即落到真济工厂啦、啥货拢设伫高雄吼啊，虽然有带动台湾的经济无唔对啊，但是呢，对即个高雄的空气品质上拢有够歹的吼啊，结果后来呢。啊，这个民进党开始执政了后，对阿扁啊总统开始，哦，这个高雄亲像咧脱胎换骨安尼啦，哦，亲像脱胎换骨吼，啊，所以这个高雄啊，包括咧什么文艺中心呐、啊，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好通做，啊，咧高雄即摆冇轻轨伫遐咧走，阮台南啊佫无轻轨，你敢知影吼、哦？啊，所以呢，这个做三呢，这个高雄诶进步，高雄人是拢知影，啊，只是顶一边吼、哦，这个九合一选举诶时阵啊，吼、哦。无代无志，叫做韩国路骗去，你看安尼呢？吼、哦，都无代无志来只狗，大家爱看狗，看见他个票倒互狗安尼啊！吼、哦，结果好加载吼，尾啊那拔掉，甲拔掉吼、哦。啊，这里、个、做赖清德咧避暑的时阵，伊咧讲。讲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就对啦吼啊，这里的这个高教机啊已经开始服役，高教机就是咱研发出来迄只训练机有啊吼啊，以后这就是做训练机啊，但是迄只虽然是训练机吼，训练咱的飞官啊，但是呢，伊有哪感觉咯？会当参与战争的吼，迄高教机啦吼啊，佮再来就是讲各种的这个做政感的持续拢在制作了对啊，正水感的原型感呢啊，已经完。完成掉，即个做啥挖壳的蜜蜂就对啦吼，落水。啊，但是国民党迄个立委呢，马文君啊吼，不但是咧当国防武神吼，参即种做啥呢？一挂机密的资料啊，竟然拢流泄去第三者安尼啦。啊，偌清掉咧讲讲好加载呢？好加载民进党的立委是过半呢？啊那无哦，这政水干款是到暂时都做阿未出来啦吼。所以赖清德咧批评讲国民党诶，即个做校友谊啊，讲要接受一中诶原则啦，啊要接受九二共识啦。赖清德讲台湾那是接受九二共识，啊等于就是承认一中嘛，吼、哦、啊承认一中，无人会相信讲迄个一中是中华民国，吼、哦、大家嘛知影讲迄个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啊所以呢，赖清德讲这承认一中甲九二共识。等于就是放弃主权了，对。哦，阿伯，偌清德佫讲，讲校友谊啊，佫兼要欢迎中国学生来咱台湾读册、读册了，就会当来就业安尼就对啦。啊，如今啊，这个中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啊，吼。啊，有专家估计啦，吼，这是已经超过，其实是40%啦，40%吼。啊，强威啊，这边即马即个了，这失业率上悬吼，啊，所以啊，规矩啊，看白啊，啊，无要红查讲即马失业的状况是安怎了？对，话清就讲，这如果呐真正去哦，这
中国人走来咱台湾吃头路就对啦，这绝对影响台湾足严重的就对吼。啊，希望咱民众会当持续支持民进党，来守护台湾民主的价值，安尼就对吼。啊，最后呢，赖清德有来问这了，这下面的这些支持者咧问啊，当然是懵懵啦吼，炒作一下气氛的吼。你讲国民党提名韩国瑜做不分区的第一名，啊，佮呛声讲要韩国瑜做到立法院的议长，偌清德咧问讲，大家会认同啊袂啊？哦，当然会开，就是话讲无多啦，袂使啦吼，嘿，啊袂使，袂使就佮动落来，即动落来，唔是佮动落来做立委，哦，因为伊是国民党嘅不分区第一名，即立委做定啊就对啦吼。啊，立委做定啊，无要紧啊，你就可以做一个阳春立委就好啊，身份即个人上班。晚上班啊，这个做几工啊，不咧认真做工课啊，吼，啊，唔在咧变啥物梦，所以韩国瑜啦做立委，我是差无啥物感觉，反正这个人当时啊，安尼笑笑啊，笑两工啊，啊，了来拍伊做侪工啊，去困啊，是安怎样啊？但是啊，叫伊做着立法院的院长，我这想了到，等拢去给我回做立法院的院长，嘿。来接待偌济这个话宾呢？吼、哦，啊，得爱做偌济工课。你看咱尤世坤啊，你最近发相片，你有看到这个尤世坤最近较老淡薄啊无？吼、哦，这工课有够多啊！啊，哪去到这个韩国瑜这里话啊？要这里话，一定唯一的有可能的是啥？就是国民党加国党的立委加起来多少过半去。我那安就食啦啦，我那安咧因就配合，啊，然后呢，和这个韩国瑜去变成立法院议长。啊，但是如果啦是咱民进党是单独过半，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就变好过半。啊，那安第一关门贴，伊想要做这个做啥呢？关键的招数，这个网就破去啊。啊，第二呢，国民党就好继续可以做这个细汉的就对啦，吼。啊，他妈闹忙闹马去卖产品，吼，安尼就好。啊，所以这到底是不是这个做？票开出来了后，民进党的这个立委是不是也够我都维持过半吼？这得要等这个明年一月十三号啦，吼、哦，这票开出来才会知。但是这真正想到到底恐怖噶，吼、哦，吼、哦，这个韩国瑜，哦，伊做立法院议长，这真正是恐怖的吼、哦。好嘞，这是赖清德来到高雄吼。哦那谈歌乡的乡亲呐，吼啊，咧对话就对吼，伊咧做做些活动啦，做些活动吼。好啦，啊，这简单讲啦，吼，就是这个国民党上两只，一只韩国瑜去啊，坑不分区第一名，啊，一只是这个做吊销空货，起来咧架空吊，这个做好友谊的吼，啊，甚至呢，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好友谊家己都敢那像。我那就爱红大空啊，你吼，我讲迄工课分瓜了，这条做啥？迄个调校空去做吼，所以他这么一开始就讲这边的选举吼，当着这两座都龙讲的吼，真正有影实在是有够弱，啊，讲拢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啊，你讲平常时咱在咧开讲，迄个无要紧吼，懵讲，诶，恁拢是总统甲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啊，敢袂当你啊学一下赖清德甲萧美琴，小发讲一下真人之后，迄个总统家甲副总统家的话，对不对？我讲我这种的啊，不是啊，讲无一样好。来来来，进广告啦哈！啊，全台湾各位人，不是干那高雄人，全台湾各位人爱好好啊，选好好哦，好啊，选好好哈。赖清德迄句话嘛，等于问咱全台湾各位民众。您敢会当和韩国瑜去做立法院的院长？文化嘛，大家说话嘛样哈。来，金光哥来感谢。来，今仔日咱姚林啊哈，下去南投啦哈，去南投哈，啊去巡视一下国土的哈。啊，所以呢，这个节目有点小热心的线上来给咱做服务介绍啦哈。好来，啊，咱时间的关系，我那差不多准备要连播个电台做工商插播哈。啊，今仔拜六明仔就是礼拜啦哈。啊，咱全国各地应该拢有真侪这个选举的这种热啥这個。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冷冷咖及西咖，保险趁早，人生安好。台银人寿重新出发，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柯九义，感谢大家一直来支持鼓励，拜托所有乡亲继续支持，争取上届有成的。
上会做代志的立委区志伟，和北高雄的进步继续向前行。拜托大家一月十三日支持会做代志的区志伟，多谢大家。头家，阮今仔是要牵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使，我先讲吼。哈？变形电动二轮车无戴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吼、哦，原来有遮侪规定哦，我要先讲予阮囝知。诶，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局提供。立法委员候选人郭贝宏在庙口举办起造大高雄，阿贝来开杠，有台湾创作歌曲表演节目，12月6号星期三晚上6:30在苓雅区义成堂关帝庙，承袭新世代，安全保台湾。郭贝宏，阿贝来开杠，一起来庙口，一定要来哟。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木啊，请问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我想我老婆开总比买保险。没问题。不过我讲死口讲不清楚。你慢慢来。伴您靠岸，台银人寿一直都在，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尊重多元，关怀弱势。因为台银人寿，我不再漂流。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我是立法委员林黛华，高雄的女儿林黛华，黛华不嫁啊，黛华嫁给高雄，黛华嫁给台湾，黛华全心奉献，黛华想了解乡亲的需求，咱大家团结一致支持咱的女儿林黛华。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00。齿花果有用，嘴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果嘴齿花真正有效。我呢，10几年前，40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马10几年来，医生佫好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嘴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79。台南康乐7945079，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陈选林黄杰，这次参选到高雄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前进新兴林雅高山盐埕。黄杰是高雄的查某囝，少年加冲加拼，对高雄有热情，对国家有理想。拜托大家1月13，立委支持黄杰，总统支持赖清德，做伙守护台湾。拜托，感谢。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互伊个囡仔孙仔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嘉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个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台南喜树啊流传200冬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摩西那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价钱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接纳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个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558-668哈。来，再有两个活动来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哈。咱先来个讲下晡2:30哈。这个今仔日的下晡2:30，伫咱关庙啊，台南啦、啊、吼，这是台南的关庙呢，大潭啊，大潭边啊，即卖迄个经过个整修改建了后，即卖叫做王来公园了对吼，啊，这个所在吼真大，哇，真水啊，了对吼，王来公园啊，这个王来公园要来办一张啥呢？办一张，即种就做啥？这个狗牌、鸟牌，拢总是大牌了对啦吼，啊，这狗子的就是咱大清的这咱。总统参选人吼，诶，我搞鸟吼，啊鸟呢，就是正鸟小米琴嘛吼，啊现场呢有那种限量的这种的做啥，迄个阿拉滚金啊啦，或者是拍子啦，等等吼，啊这算作迄个做竞选小物吼，竞选的一挂物件，啊这有底下贩卖，但是数量有限咯吼，有底下贩卖滴咧吼，啊大家呢会当抓到囡仔吼，啊做伙下晡2:30啊来到这个所在吼，啊来参加活动。懂安尼啦吼，啊，这个叫做蔡英文总统呢，啊，有哪会过来？我听讲有哪会过来？
来吼，啊为偌清德、小米、金加、王平有来做加油就对啦吼，啊讲诶同框出现，啊是人来，啊是安那咱是无了解吼，啊不离个呢，即伊拉咧下晡两点半吼，伫台南诶关庙大潭边往来公园遮，即真是要带囡仔做一起哦吼，啊咱到厝内啦，家己本身有饲猫啊啦，或者是有饲狗啊，即个宠物买当带来吼，拢、哦、带来就对啦吼。这些甚至毛小孩的掉啊，那个掉，啊，传过来这个所在处理一下啦，哈，在大潭边哈，我们来讲。啊，另外一个活动呢，我那是伫今啊日，但是这是 AM 七点啊啦，哈，啊，今啊日的 AM 七点呢，伫台南的这个复兴国中的操场呢，这个紫风车剧团哈，有要来这个所在做演出的掉，哦，做演出的掉啦，哈，啊，王平我的位呢，邀请大家带囡仔来，哈，啊，这地点伫台南市。东区啊，叫做鲁文路62号啦，吼，复兴国中的操场，吼，这紫风车剧团，吼，我们来演这个番薯，啊，什么？番薯森林奇遇记啊，那啦。好、哦，番薯山啊，奇遇记了，对哈、哦，啊，这是紫风车剧团哈，今仔日AM 哈、哦，这个七点哈，伫复兴国中的操场哈、哦，啊，我来赶快，我甲咱提醒哈，要来参加活动拢非常的欢迎哈、哦，啊，这场面格调吼立起来真好，啊，但是呢，咱这个衫吼小塌嘞哈，啊，那无啊，当比一下无啊嘞哈，啊，这安尼比较较好哈、哦，来，安尼两个活动甲咱做。报告吼、哦，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啊，下面呢再个倒转来吼、哦，那这是高雄市呢，啊，咱这位陈太太所点播《风雨人生》，来大家共同欣赏，感谢。
对谁人多悲哀，酒一杯来，酒一杯来感慨人生的无奈。盼我小雨渐渐落大，有阵藏心内无人知，你忍耐痴情的安排，心爱的心爱的，甘知我寂寞情怀，茫茫夜有牵等待。感谢哈，咱个等来搞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看一下这个立委的选举的部分呐、哈，从台南市第五选区的这个做立委选举哈，这个国民党啊，这个算现任的议员啊，这个叫做王家珍呐、伊这之前因为牵涉到这个助理费的案件去用判刑哈，了加宣告缓刑安尼啦，那依照宣罢法的基这个规定呢。这个宣判有罪啊，缓刑的期间呢，这恐惊无阿多参选就对啦吼。我、这件代志呢，就引起大家讨论啊，你咧啊，这个王家珍吼、这个咱啊咧讲讲啊，这个绝对无要屈服啦吼，而且咧无要屈服啥货啊，照规定来啊吼、你若准讲这个恐宣判有罪啊，然后呢，这即嘛是缓刑的状况之下，照宣判照宣罢法的规定，缓刑本来就未使搁再参选啦啊，你是咧不服？不会哭到，啊，不会哭到，不会啊！你看，他们的所在也一条伊啊，去中山会头前较济啊，吼，对不对？吼，啊，伊咧讲啦，吼，伊讲哦，伊去遭受着打修改修法好的这个选罢法啊，来剥夺着伊的公民权啦，吼，啊，伊将要对抗恶势力，未辜负着乡亲对伊的期待加喜爱啊呢？所以国民党选出来诶，提名的人，靠拢写作这类型啊呢？即嘛都唔是我阿先啊叫你卖选啊，也唔是任何人叫你卖选。即嘛是即个规定的阿呢，你都未使选。来咧，那个讲他敢那像去用撇开去阿呢？啊，这台南市选委会咧讲，讲立委参选人的资格是由中选会审查认定啦。啊，这个中选会第15号呢，会来公布着这个候选人的审查的这个做资格。啊，第五选区的立委呢，是由三个人登记就对啦，哈。啊，民进党所提名的第五选区呢，是这个林俊贤，哈、林俊贤，哈、林俊贤当然是咧拼立委的连任嘛。啊，王家珍也是议员名就对啦，也是议员就对哈。啊，但是呢，我那想要拼立委。啊，另外還有一个叫做台湾乡里无法动。这个叫做红什么红啊？那个小什么红？靠，这个啊，这个我看唔捌听过，好不紧好。这重点就是讲，这王家珍哦，也是议员呐。爱之前因为助理会的案件被判刑，
啊，这虽然免乖，但是你是宣告反刑的期间哈。啊，所以呢，这个宣罢法当着明文规定，都白纸写乌哩哈。这个宣告反刑的期间是未使参选掉，这个说选举啊呢。啊，这个王家珍啊，本身家己啊，你都唔掉地头前啊。啊，你个当面的所在讲绝对无被屈服，啊，无被安怎样啊？这是这插政治的人是安那个，拢个头壳拢怪怪安尼啊，不是啊，不是全部啦，我是讲像这种国民党提名，这个啊，即嘛不是讲蔡英文下令讲王家珍你不准选啦，嘛无讲迄个林俊贤讲想办法去和你讲袂当选，迄是你家己人贪助理费的。啊，即嘛我们破有罪了，该反省，搁加当迄个所在呛成这个有诶无诶，我甲你讲中选会你照规定来就好啊。好、哦、这中选会你叫规定心渣啊，那是这个这未使算的，这你个宣布未使算啊，未使算那个看这个的这王家珍齁一边啊那因为所有也不困惑我先看一下看买啊齁你啊一啊去中选会掏钱下这还是要这单你的服务处齁、哦、你别把干嘛上班弄爱经过王家珍的服务处呢。足杂嘅，你敢知影吼？迄插两支旗啊，足大旗啊，插当遐呢，就对。啊，有材料也喺中国插，对不对？有材料也喺中国插，你但这个所在是咧插哪回安尼啦？吼，好啦，这是这个台南市嘅立委嘅选举啦，吼。啊，另外呢，这个国管市啊，那立委嘛是同款啊，拢拼到对边去安尼吼。啊，所以呢，这大家爱注意哦。啊，咱嘅目标啊，除了赖清德总统加萧美琴副总统，会当互因顺利高票当选以外，咱嘅目标。就是这个啥，就是这个立委哦，咱家己爱过半咧啦，吼，家己爱过半就对啦，吼。啊，这点呢，这大家爱拍拼一下吼。啊，就是这个王家珍吼，这台湾台南人诶，我都无讲啊啦，吼。这台湾台南人就反正。哎，哈哈，好吧，未使讲啦，我那讲出来，当然真个几讽刺的哈。好啦，哦，啊，这个人家，这个就做啥呢？跨平安专员啊，王家珍，尾啊，叫中选会心意不准选的话，哈，哦，安尼咱林俊贤都差不多，诶，这注定当选了，哈，所以当阿来讲啦，当然啦，个另外一个啦，人家都冇听过你咧，哈，那所以这个做啥林俊贤，哈，诶，当选的机会，连任的机会，就更变更加悬啦，哈，好，阿来甲咱。简单做一个报告啦，哈，这是台南市立委，哈，而且咧做选举啊呢，来，咱过来甲看一个啊，萧美琴，哈，哎，头拄啊咧看到迄个萧美琴的新闻，啊，甲即马怎想想怎叫揣无安尼啊，勿紧啦，哈，这个怀疑啊，这个萧美琴啊，伊讲伊本身啊嘛是算新住民的对啦，哈，因为因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做澳洲美国籍的嘛，哈，啊，所以萧美琴讲伊有那算是新住民，哈，啊，这个做啥呢？啊，会为新住民，哈，啊，来拍拼啊，和新住民呢，会当有较侪诶这种。用了上福利，啊，小美琴唔盲讲家己啊，会当成为头一位新住民的副总统安尼啦，哈。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小美琴啊，暂时来到着这个新北市十字街啦，甲立委呢，这赖品妤合体哈，啊，共同做一个叫做建庙联线呢啦，啊，同时呢，含这新住民做交流。啊，身为呢新住民第二代的萧美琴咧讲吼，讲这个做新住民，即嘛变成咱台湾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应该予因搁较大的支持啦吼。啊，如果伊来当顺利当选着副总统的话呢，那呢？伊将是头一个担任副总统的新住民的囡仔，你就对啦吼。新住民这三年是最近开始用的，对以前是没得用这个新住民啊，吼啊！但是小美琴熟悉，吼、哦，伊确实，那按照即卖咧讲的新住民来讲，伊是新住民的囡仔呢啦，吼、哦！啊，咱这个台湾对新住民是真友善，吼、哦，是真友善，吼、哦，啊，但是吼、哦，有一寡。这个请话落去，这咱常常咧报道吼，嘛无定定啦，啊，都有当时啊，都几件啊，但是这咱拢希望伊是个案啦吼。这新住民吼离开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故乡，啊来到咱台湾吼，咱照你讲，大家啊，台湾上歹水就是人情嘛吼，人情味足重的嘛吼。啊，但是这个中国这边，这咱都唔在是安那咧吼。这中国这嫁过啊，是迄吼，唔是讲阿先阿有先见啦吼。这有迄个中国的女性。奇怪了，怎啊真真正正的变成咱台湾新妇哦？有哦，有这个哦，有这个中国的新娘来了，发现讲哦，
啊，台湾民主自由才开放，啊，佫要进步，啊，然后呢，即落做啥联动台湾是足正常的代志啊，啊，但是也不可避免。那是有一挂中国寄过来者吼，足奇怪呢。啊，明明都在台湾享受着言论的自由，啊，但是他讲在咧替中国讲话，啊，就这种怪卡里咧，吼，真咯。啊，咱顶阵有报道吼，讲这个所谓迄个瓦吉的新娘也好啦，吼，还是瓦吉的囝婿也好，来咱台湾了，这中国啊，伊爱落单啊。中国来的吼，爱落单才会当摕到身份证。啊，迄、那个做其他的国家呐寄过来吼，这下要四单才当摕到身份证吼。啊，顶了个他就没有报过，讲乍听之下，中国敢那像寄两单安尼啊吼。但是迄间迄边新闻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其他的国家。那是寄来咱台湾的话，四单到伊要申请这个身份证的时阵呢，都要经过考试呢。啊，在一个声音呢，啊，而且在一个放弃家己的国籍，啊，中国呢唔免，中国唔免，哦，中国最乖，即系你啊落单到了，直接申请身份证都有啊。啊，所以即根据着迄个那个官员咧讲讲，有当时啊，即、這个其他国家诶，即系就做外籍的些新娘，想要摕着身份证，迄个那声音啦、考试啦，种种有诶无诶，你落落加加，有时啊比落单佫较久呢。啊，这点我就想要问这立委讲，啊，恁怎无想要甲修一下？那无想要甲修法一下吼？新住民六单以外，那是讲这唔新住民啊，中国的中国国外六单难么？要称新闻就，嘛照常比较着其他国家的这个新娘同款啊，一、那个语言的考试啊，哦，啊，佮有这个相关的声音啊，啊，而且爱要求伊放弃中国籍啊，啊，像那咱这中国来的，咱就特别甲要求伊放弃户籍嘛。哦，是啊啦哈，高将士这种无平等的，这也未讲，也无要改掉吼、哦。你个改掉嘛，你中国他妈差哪会啊？是啊，不是啊？吼、哦，你比人家优惠足济啊，啊无是要搁安怎呢？吼、哦，照你讲，像恁在中国无人机搞，背这就行的吼。你、哦、看我这个总统，恁背的不准中国去寄过来，我跟你讲，啊寄过来，遐全部拢要不，嘛未使，未使叫离婚啊，未使叫离。这照你讲哦，这中国啦寄过来吼、哦，应该爱个。再去更新的，还个再去更新，差不多三个月，吼、哦，啊，就一礼拜两节课安尼，就得，好因好啊，明白一下台湾，啊，好好啊，明白一下什么这个民主自由。照你讲是安尼，唔则对，吼、哦，后、啊、尾中国虽然六等听起来有较长，但是伊什么都唔免心严，六等到就好伊，新闻上就好伊，莫怪啊，台湾一大堆，这个什么咧？这个什么中国人成立的作点，变成高问题。本来要提名，迄部分区的迄个啦，哦，啊，即马叫这个反弹的声音上过大，怎个换落来？啊，迄、那个无啊，啊，迄、那个无啊，了个提一个啥？嘛是中国寄过来，乜叫狗？我嘛是中国寄过来，哦，这唔对。好啦，你要扣人家的票，你就做恁去扣啦，吼、哦，还是无啥物意见啦。啊，但是话个讲到当来，哼，这对这有足侪法令，我这有迄种足杂以前你特别发就对啦。啊，即马民进党过半是会当收哦，啊，若万不如即届选完了后吼，即、這个民进党拢无法度通个，无法度过半时，哦，真麻烦啦，即有足侪代志都更加歹做啊。啊，明仔总统咧做总统，咱就看出来嘛，令不出户啊，就是讲伊个命令有当时啊，去甲倒都骑咧，去甲倒都骑咧，安尼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啊，明仔总统做个工过，大家嘛高赞是啊，真笑脸啊，真娱乐安尼吼。好嘞，感谢啦哈！这到底这个做新住民哈，新住民是咱今嘛一个新的称呼啦哈。啊，像原住民以前嘛，无咧叫做原住民。我较早我印象中，迄、那个艺人啦、演艺界人士啦哈，家己命名都是原住民，我唔敢讲家己是原住民。我即嘛咱这个叫做族群的意识压头起来了后吼，大家对原住民甚至讲啊，足优先吼，反正大家就小侪拢讲伊是原住民啊，就对吼。好，不管啦，那非得哦，咱这里就做啥呢？诶，当然话吼，中国那是感觉讲六等比人较古朴啊，啊，无咱就比较啊吼。六等了后要提身份证，咱有那照先验安尼啦吼。好嘞，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
好嘞，咱今麦来个看这篇嘿，这个叫做好友谊甲吊销空两个人，啊，一个配了到地了后吼，今麦大家拢咧笑讲好友谊煞变副手了，吊销空煞变成第一个所在咧抓头的就对了吼。那这个赵小康呢，顶几日啦，家己讲啊，伊是这个做三国的武将，这个叫做赵子龙啊，赵子龙哦，这赵子龙我还记，刚刚叫做常山，到底迄个常山赵子龙哦，常山就对哈、哦。那这也要讲，这是三国时代的人，三个国家底下，啊，佮硬要讲中国五千年，安尼唔知呀。好来，咱不管。伊即个做赵少康咧，主人家己啊，就是赵子龙就对啦吼。阿公是咧甲好友谊拍天下呢啦，啊真侪人在咧笑啊，笑讲诶、欸，啊你这敢是暗中啊，底下咧考试即个好友谊是扶未起阿斗吼。啊这件代志一个发芽了后呢，即、這个赵少康啊，就赶紧出来讲话啊啦，伊讲啊啦，伊讲无，我唔是讲好友谊阿斗呢。我是出来替老毕咧打天下的呢，吼、哦！啊，这主君游玩赶快是好友谊安尼啦。那民进党的立委呢，林楚英就甲笑安尼，讲老毕讲要复兴汉书啊，啊，最后失败收场就对啦，吼、哦！所以赵少康，你是不是认定好友谊温书的？我这个看嘛是温书的就对啦，吼、哦！这个林楚英伊是安尼咧讲吼，你讲。这个就做赵小康啊，家己认为家己是赵子龙，无意中啊，已经间接承认讲，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好友谊根本就是一个阿斗就对啦吼。啊，即马洪公讲完了，佮硬拗拗讲无啦，好友谊是老逼啦吼，大家唔蛮袂记呢。老毕啊，死教伊有一挂代志吼，拢总是失败收场的就对吼。啊，所以甲好友谊甲毕业做老毕，啊嘛是同款，你嘛是看袂起好友谊，认定讲这条温书的安尼就对吼。啊，所以呢，这个赵少康感觉要赢的机会无济，林楚英咧表示，所以赵少康安那样啊，伊都唔愿辞掉迄个中共党首长这个职务，干阿加请教，唔是干阿赵少康的，好友谊嘛是。好友谊家己嘛认为未赢，所以伊新北市的市长是请假呢，伊唔是失真呢。我、哦、天哪，敢有套路遮好一棍头，当请六七十工，请几百工的，哦对不对？啊，佫唔免去甲人问，都我要辞，我要请假就请假。天哪，敢有这个套路，这公职人员咧请假吼，去参选这爱有一下规定的，哦，这也一下规定的。咱选举这个民调公布十工前就停止公布民调嘛。哦，对，你十工前嘛，啊那啊呢，以后你那是代志参选了，这个拍摄十工，十工，让你请假，剩的时间，拢总不准遭选举限定，这不可能，政治也不可能，家己去限制了就对了哈、哦。所以赵少康唔敢辞，中共党处长，就是你无信心嘛。啊，讲看这句话，好友谊你唔敢辞新北市的市长，用请假。你家己嘛是同款，无信心就对了哈。好啦，因无信心，那是因家的代志吼。啊，咱家己爱有信心，但是爱加油一下就有影哈。这立委过半哈，啊，总统加副总统爱顺利高票当选安尼哈。来，进广告，下面再去倒腾来。啊，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是多爱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要来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哈。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二十几档啊哦。乡亲是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奉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奉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详细多，什么人叫好，十当好嘛是赶快叫好，所以许多东西非常给咱详细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等下讲报纸那报，哦。要求啊，什么人去做这个要求有咧红价？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叫做不多来一作数，那侬唔知，叫做是不多来。
所以就最近停止啊，你根本真无注意嘛，身体无调理嘛，所以有人有些人哦，感觉讲，我都四五十岁尔，我是那个治着高血压，是啊治着糖尿病，吼、哦，啊是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肌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是啊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济了。这样、哦、这真正吼、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反正吼，所以风湿的话，更爱这种病，人就对了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啊，心大家爱顺顺。你开始机能这出问题，中间都是心灵大家不会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呢了，一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注意的机能，一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别听，你就代表了。所以别那好，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会迅速，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不对？咱现在贡献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路线比如大概拍电话入来，上辈拢有跟咱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对啦，那皮肤叫做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新陈代谢的顺序，皮肤那较会水啊，那未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光强，我、哦、这個、人身体就用；面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個、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详细话，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不就是去去收台的对吼，所以以许罗山这三边为主的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得上来，对，调整得上来吼。以许罗山这为主吼，有那个手骨头，那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啊，这顶骨空啊，老骨别过用的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去行呢，袂堪去徛呢，袂堪去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也破去的，对。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吼，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对。这证明的第二代。金立平的第二代是美华教育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一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气温也降低。所以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的掉，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室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的掉。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室温较高，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掉，所以别的吃，咱来讲室温较好的。客观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好、哦、感谢哈，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未使有先死咯，喜乐通看等于做好用，都落唔掉啦哈。我报喜乐清会员，这个会员按摩木，我常常在这里讲，大家跟各里讲个对。会员给咱的会金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金，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做咧吃，哎呀，你尽量念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加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让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没有流口，较未差的。他的心脏就好，不好，他就吃力，啊，他的脑也吃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顺健，含数朋友，一项尔，也不算。要算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顺嘅这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
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雄狮我见他准备，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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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哦爱烧啦，肿肿啦，啊你若不烧，啊不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那么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落型啊，那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回不到，欠血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含两粒，上加下昼时啊，佮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好血。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任何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来，非常的感。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6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今仔日的新闻有咧讲讲咱台湾今仔咧反诈骗哈，就是咧打击掉这个诈骗集团呐，讲效果真好啦哈，啊，这个人头靠做的犯罪呢，讲减差不多一半起安尼啦，啊，但是呢，今年啊，到这样时嘛是未少人去用骗钱，虽然效果有出来啊哈，但是碰骗去啊，我那未少，哇，会骗真济呢。现在我们来看这是怎么骗的，我实在是当时在狂想都没这样啦。这个南道关玻璃店啊，有一个印刷厂的头家呢，哦，这个做个头家就对，竟然去相信说那个网络投资啊，的这个诈骗的讯息啊，他就说小啊，交给诈骗集团多少钱呢？我交给诈骗集团2000万啊，哦，骗2000万去，这样就对啦。啊，今麦呢，这诈骗集团佮佮你约定啦，讲伫咧这个账啊，讲要佮再另交220万啦。啊，这个时阵啊，这个印刷厂的头家啊，佮感觉可疑就对，转向警方报案哦。啊，警方呢，转佮这个就做啥呢？这个被害人就是印刷厂这个头家吼，啊，来配合，然后呢，将着这个姓吴的车手抓着就对啦吼。啊，这个一个问了到这了后吼，这个姓吴的想要做车手呢？你讲伊有无套路啦？啊，这是第一遍提钱就对，第一遍替人提钱吼，啊，就去用抓呢就对啦吼。大家抓着拢讲第一遍才我知吼，你别紧吼。这个玻璃结婚叫咧表示吼。讲这个中暑掉印刷业的这个民众的报案的指出，讲目前啊，对这个了做网络上啊，看到一个投资的广告安尼就对啦，啊，怎去加入对方的这个赖啦吼？啊，到底是安那去甲骗安那讲，这是无写足清楚。但是伊抓安尼前前后后吼，安尼陆陆续续安尼交出了2145万块就对啦吼，2145万。我们这个印刷厂的头家有没有存一袋安尼吼？啊？约定讲伫咧昨个中昼12点，讲要搁再交220万安尼就对啦。那到底是用什么款的话术去甲骗？我都骗这落来，再骗2000万吼。啊，因为这个被害人啊，头前已经付出2145万啊，你咧？啊，但是咧，这原本啊，这个做诈骗集团甲伊讲的，讲为了利息啊，什么种种谈好退，啊，但是拢无退掉你。伊才开始感觉怀疑啊，哦，发像这啦，啊，那总共我时间，人总共用去提好我的2000几万，我一个月拢分1万互你，哎，你我都唔知，你唔得继续去提钱好啊，哦，这到底是安那吼？啊，即感觉可疑了后呢，还就去向警方报案啦，吼，啊，这里的这环境呢，怎啊堪以配合？吼，按照着诈骗集团指示的时间加地点，吼，啊，去另交着这种的做啥200几万。啊，这个案件啊，其实已经在现场埋伏啊，对。那么看到讲这个车手姓的男主一个出现提钱尔，警察随意落去，我转两个涂卡。啊，这个姓吴的这男主啊，讲啊无套路啦，啊，所以呢再来做这个车手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是伊的第一届安尼啦。
啊，这个案件就依照诈骗啊、洗钱、防治法哈，以上南投地检署做侦办，啊，今麦要持续去追查这个诈骗集团幕后，而且了这里了做啥？迄个嫌犯哈，啊，但是一般来讲，这到车手家来，差不多等刷了，哦，差不多等刷，因为诈骗集团哦，足够噶，你唔好等刷咧，互你查未落去，啊，这警方咧表示哈。最近啊，这个诈骗吼，用刀子型的诈骗案有增加哦吼。啊，这个诈骗集团定定拢甲你讲这稳赚无了的啦，或者是讲啊好，这安尼刀子话这会当骗话这利润倒当安尼就对吼。啊，讲用安尼啊，当去骗着人的信任啦。啊，这个打开始的时阵吼，拢是会安呐。假无疑就是讲，伫你迄个做刷扑克啦，是啥种种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哦。哎，真正有利息未来呢？啊，然后就甲你引诱，互你搁再愈加愈侪钱安尼就对吼。啊，加加了后呢，等到这里就说你钱总差不多要骗了啊，这突然间，哎，你就无法度联络对方啊。我啊，这个诈骗集团啊，怎对你无去就对啦吼。所以叫我咧拜托呼吁吼，那是感觉有疑问的物件，吼，你就是一定爱赶紧卡这个做165反诈骗专线吼，啊，去了解看卖下就对啦吼。即吼，即说一般来讲吼，拢是放长线啊，钓大鱼嘛。就是讲，我甲你讲，你会来投资哇，啊，我会当互你偌济利润，逐个月呢，啊，免偌久吼，你个即个钱都翻倍啊啦，吼，也是安怎样嘛，赚一咩安尼。啊，一般来讲，拢买加减先放寡低头互你啊。譬如讲，你交100万出去，对不对？啊，我得逐个月得2万块，我即你赚诶，吼，啊，互你，啊，得100万一个月2万，也唔足够啊。但是这个无同呢，这个新闻咧报吼，讲头到尾拢无摕到，伊应该摕到的利润呢，安尼伊也当交2000万出嚟。哦，我这诈骗集团啊，抓到这是怎样送去中国吼？看我倒来几个中国怎啊诈骗过来啊？无安尼啦，吼，怎骗做咱的安尼吼？这我在咱实在是想无吼，这是拢安那骗安那讲话到底是用什么款的话术来讲吼？这啊，警察咧讲嘛，拢真简单呐、啊，就甲你讲啊，都有利润呐、啊，啊，这个都是投资会赚钱啊啥。啊，感情这安尼，咱个讲讲俩，啊，人就会相信，啊，就真正摕这钱，就安尼一条一条的，啊，个拢是细条钱呢吼，真是听到拢惊死人大啦吼，啊，就这个要，迄个另外迄个细条钱的，迄个动作交保险费啊，迄无要紧啊吼，啊，但是那大条钱这2000几万的啊，简单来咱摕出去，想讲无好加载啦吼，嘛唔少加载，迄2000几万我看是摕袂回来啊。啊，即卖警方是有抓到迄个车手吼，啊，即卖来就是要个查，吼、哦，查看嘛，到底即个情形安怎样啊？是不是能够抓到搁较侪的强犯安尼就对吼？好来，0800-0500-6688吼，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啊吼、哦。来，咱来个看嘛呀嘞吼，即、哦这个叫做。这个花莲呐、啊，吼、哦，啊个台东啊，苦情兄妹，这还用这个标题是要搞好笑。其实呐、啊，就是萧美琴曾经伫花莲拼嘛，吼、哦，啊，伫遐深耕十冬啦，吼、哦，啊，真久的时间。啊，台东这边，加咱民进党这边是提名候选人是赖坤成啦，吼、哦，赖坤成啦，吼、哦，啊，但是赖坤成即卖面临到的就是刘兆豪，吼、哦，啊，伊都要算无要认输啦，吼、哦，啊，又无当选。要落去参选，所以台东这场可能会较麻烦淡薄啊，对吼。啊，这个做啥呢？这个赖坤成啊，啊，伊这个过去吼，我那么做过，这个做台东啊，这历史上头一色的这个民进党籍的这个立委，吼、哦，民进党籍的区域的立委吼。啊，后来呢，伫咧初选的时阵啊，输好掉，这个做刘兆豪，啊，当时一输一段无一样嘛，啊，输我都初选输我都卖选，啊，刘兆豪都选掉啊，对啦。好、哦，啊，即卖呢，话到着这偌分析错，偌分析啊，错算话伊赢，刘兆豪输，哎、欸，啊，这刘兆豪话讲伊要参选到底，这样咧谈好啦，对，这样咧人咧都要半回零度安尼唔好，吼、哦，这样咧人咧感觉咧，啊无刘兆豪吼。哦伫电视咧看，我对伊印象是袂歹咧。啊，结果啊，个咧文书不懂啊，啊，这小美琴咧啊，甚至咧哇，过来到这了做赖坤成诶，这个做啥？迄、那个红薯甲伊斗啥干安尼啦？吼、啊，加油就对吼、啊。啊，希望讲啊，台东这些会当留落来，安尼就对吼，会当留落来吼。啊，这。
台东家对咱来讲本来就无好选啦，吼啊！刘兆豪伊虽然是退党啊，坚持咧参选到底吼啊，但是伊嘛是唯一点会接了做支持者。哦，也是一定，所以这票一定会分掉的啦，一定会分掉哈。啊，这里、个、就做啥呢？咱啊看台东这边，这刘兆豪是咱讲真的，这嘛登记啊，登记了啊，讲也是假讲的就对了哈。之前两届大分县拢初选输，爱拢零度嘛，你拢零度啊，初选输啊，我都无算啊，都刘兆豪去算。啊，这届换到这里就做啥？大分县初选赢，啊，刘兆豪就讲这初选的问题。我不怪叫人家笑讲，那我较早初选你赢，你敢未讲有问题啊？哦，这唔好啦，吼、哦，这政治人安尼唔好哈、哦。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圣山公司呢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哦。来，咱来个看卖啊，选举期间吼啊，这个爱注意哈、哦，这可能有一个回算的动作了对。你这物件啦，超过掉这个三十块的价，但即马到底有调整啊？无咱嘛唔知啊吼，这拢爱注意吼，这拢有可能会去有人讲是回算安尼啦吼。咱来个看卖啊吼，讲这是叫做台北市啦，讲传出有李表涉嫌嘛，退配这个立委的参选人做回算，啊就减掉约谈就对吼。这国民党呢，这个做台北市啊，这立委参选人，这个徐小新你知啦吼，徐小新吼啊，讲伫咧这个台北市议会六楼的中庭，才开记者会啦。伊讲吼，伊这物件买来以后，拢总有收据啦吼，啊，而且是绝对符合着这个做法律的规定了着吼啊，这个而且去跟人讲讲，这检调选伫咧伊竞选总部成立的头一天，大动作做调查，这是政治办案，嗯对。啊，这大家都安尼啊，头拄仔咧讲咧王家珍，就讲绝对袂屈服。啊，这个有啊无的啊，佮咧查，你就咧紧张，人咧政治办案吼。简单讲就是讲，因有上一个寿面啦，下加十四粒的这种叫做炖色碟啊啦。啊，内面顶面有页这个文宣吼，讲感谢徐小新另外赞助寿面，加这个做环保碟啊，爱用安尼上老大人安尼就对啦吼。啊，那安尼讲起来，伊这物件加加的就对吼，讲会当超过着迄个回算的价值，啊，所以减掉要减半，啊，减掉减半，咱等去看日子呢。哇，管台你是明仔载迄个竞选总部要成立，啊，就有这嘛，啊，就先约谈迄个里长啊，对不对？正常的代志啊，吼。所以这个。那送物件吼，这下啦拢会送一寡竞选小物，这无唔对啦。但是有一个计小的规定底下，咱就照起讲来。啊，卖的政敌啊吼，迄定定啦，咧用查的时阵呐，政敌撇开啦，政敌干预啦，什么种种有诶无？听到要杂事吼，啊，拢讲讲一寡只有诶无？后来，啊来甲咱做报告吼，来，啊咱各县市吼，这个立委特地小关心一下吼，咱都无多，大家立委拢报吼，啊，咱都各县市啊，家己民进党诶立委稍微吹一下這樣就對了、啊、會當的位、一定要拼民進黨單獨過半比較不會讓人在那個所在跟我們努力來好來、這要結束之前再跟我們台南這邊這聽眾朋友提醒一下、這個下午兩點半在關廟、大湯比的往來公園這、我們帶自己的聽物會當來這參加到這個就做什麼呢頂武、還有我們這個就做蔡英文總統愛過來還有、穿到小米琴诶，一个联合，诶，这算活动啦，吼，算活动吼，啊，传到诶，全部做回来遮佚佗。